我为孩子代言，郭涛教育儿子有高招。其实在这档节目中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但对于方式是否得当，郭涛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好像是打了小骨头了，要怎么跟他生气了？教育这个事儿呢，就是每家都有，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是吧？每家有每家的方法。那孩子在成长，他有时候调皮的时候，可能用一些稍微比较严厉的方法，可能会对他当时起效果，但只是一个小手段罢了。